要不要谈一下？因为这次就是入围金钟，那有没有信心得奖？信心，我觉得我比较偏向陪榜，就是能跟大家一起入围已经是很开心、很满足的事了。因为对手真的很强，都是大前辈，所以我觉得能够参与金钟就已经是很开心了。那大家都说你是这次的最大黑马，你怎么看？我没有想太多，就很平常心，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是一样，就是把每一部戏的角色都做到好。那心如姐那边有安慰她吗？心如姐那边，因为她这次没有入围。我没有特别去提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姐对我来说就已经是最佳女主角。她有开始预测金钟奖吗？目前还在看，当然希望第一次参加可以让大家好看一点。有要约谁一起走红毯吗？目前还没有去讨论，不过就都可以问问看吧，因为还是要看主办方。好，